三个我想谈一谈这个重点中间哪些东西，我把重点跟你再说一说。哎，重点不是三四七三章吗？这个三章呢我再给你细分，因为你这个事情啊，看书啊，你不能就做题做的光一个题，题都要做，做题要反映到你脑子里，最后成了一个思想，对吧？哪些是重点？你跑到食堂里捡来一碗饭一个菜，对不对？这个菜你现在一看，哦，这食堂里菜我都挺喜欢，我所有菜都吃了，你有那么大肚子吗？你有那么多钱吗？你明天还做人吗？对不对呢？我只能看我，哦，这个菜那个菜，哦，我比下来这个菜营养又够，味道也不错，也是我喜欢，就来一点就得了呗。我想做题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把三十七三章呢你去看，我这个给你讲讲看，你去看的，我把这几个重点给你，大概四个重点，这个四个重点你掌握好了，我认为基本上80%到手，但是概率统计啊。你假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，你什么东西都基本东西掌握好了，150分的80%是多少分你知道吗？120分，120分你还何愁考不上北大清华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我希望你考150分，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你不太容易考150分，实事求是，游戏小分算了，我还给你，对不对？主要的西瓜要抱住，芝麻就算了，别去捡。当然你最好西马芝瓜去吃，西瓜芝麻全捡起来可能吗？你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是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说了，第一我给你讲清楚这本书的背景，第二重点在哪儿？你看书的时候，那其实你心里自己琢磨，大数据时代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你数据怎么去弄。好，我想这个事情呢我把几个重点给你讲讲。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三章的函数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。哎，你去看这个考了相当多，对不对？相当多呢我跟你说是这么个情况。哎，我来看这个是一种，我给你罗列出来，一个是 y 等于 gx 一个随机变量的函数，还有是 c 等于，哎，我不能讲得太仔细，可能现在你还没复习了，你可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一元的，这是二元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是一个离散的随机变量，那么这个出来一定也是离散的。哎，你这一个一个数字进去，那一个一个数字蹦出来，怎么做？也可能这是连续的，一般出来这也是连续的。但是现在有一次，现在2013年考了一个题，基本上好多同学没做出来，从来没考过。浙江大学怎么书上没有？进去是一个连续的，出来一个不三不四的。什么叫不三不四？既不连续的，也不离散的，恶心的，坑了好多同学。那，啊，这就是创新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东西防不胜防。那么二维的时候呢？这是离散的，这是离散的，出来也是离散的。哎，一个两个都是离散的数蹦进去嘛，出来当然离散的。这是连续的，这也是连续的，这个不谈的，出来一般也是连续的。现在还有一样或花样的，这是连续的，这是离散的，出来是连续的，也不是，也有可能这两个进去是连续的，出来不三不四的，这个没考过，这到现在没考过。我估计出这个题的话就相当恶心了，对不对？大概是一般同学可能要给同学骂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离散一个连续的，那么我告诉你，这个离散叫离散，这是2018年的第22题，2018年22题，就是12月份考的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看到这是离散连续的，这是2017年22题，你看到吗？题不就在这地方吗？所以我这个书上呢，我是基本上这个讲一个题，这个讲一个题，这讲一个题，这个题没有，这比起来太复杂了。这个讲一个题，这个讲一个题，讲一个题，
每种类型给你蜻蜓点水，这是我的优点，也是我这个书的缺点，不可能展开太多。因为你看每种类型给你讲一个，讲一下就五六个题了，你讲每种题两三个，那是几十个题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别的日子还过不过呢？这菜不错，我今天就使劲叫你吃，明天就吃你吃，后天也叫你吃，你肯定是倒胃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，第一个重点，第二个重点呢，我想也是第三章的，就是 XY 的，一个是独立的，一个是条件的，两个随机变量的关系，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考点。考点出题怎么考出的呢？这两个都是离散的，都是连续的，这个考的多，我多画几条线，近个七八年考了五六次了，这个考的稍微少一点，这个考的少，考的少，这个四条线四种线实际上就是我们出的考题。特别你给了我 FXY 二维的密度，去怎么找到它的推出它的边缘分布，再推出它的条件概率分布，还有那么再反过来怎么推回去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题。前几年是这种题是难题啊，考的都不太好，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，第四章第三个重点，第三重点是考什么？第三个重点呢，我们说是期望方差、斜方差、楼，这我就不去给你自己推了，对吧？怎么叫计算？哎，你计算这次考试都考了这个东西了，22题、23题，一半年都考了这个东西，怎么计算，对吧？还有怎么用二维的分布去推出它的楼。COV 斜方差，反过来这个这种题也不少。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第七章什么矩构计，最大市场估计。我可以跟你这么说，大概十年中间我给你做统计，十年中间有七年是考的一个大题，23题。我反过来说，17年、18年，23题全是这个题，数一数三全是这么考，你说重要吧？你回去自己有心思，你去统计统计看。近几年我们这个四个重点，后面两个大题，为什么大题要抓住？11分啊，同志，开玩笑。前面小题4分呢，这个11分捞着这东西相当滋补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11分一丢，大伤元气啊！你重点大学就完了，同意吧？所以我就是说，不是说小题我不做，大题一定要抓住，西瓜一定抱住，不客气，对不对？你到食堂里现挤，看到这红烧肉现挤块，嘴里塞进去再说，增加营养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说的，就是我们的第四个重点。你去看，这就是我课上我都反复强调，对不对？我也难呢，我要面面俱到，也不能重点要突出，这个东西是有困难。